爸爸，你看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当当的帽子哦。爸爸，你看。妈妈先戴给你看。东东，你会吗？对啊，因为暑假到了，二升三不知道为什么暑假功课出的很少，所以我们照惯例自己就先帮他准备了评量。我们只有买国语的，借我看一下，国语的跟数学的各一本。哇，东东戴帽子哦。哥哥，你看东东的帽子。东东的新帽子。这是解答，解答他另外附一本，很不错。这也有写哦，这是随身带的、啊、哦，这样让你去旅游的去玩没玩的时候、哦、还可以带着平凉可以写小本的随身宝典，他写随身宝典很不错啊，随身还可以带这一本90元，我在网络上面买一本换算有折扣，买下来50块而已，很便宜，50块而已，对啊，两本100块，要很薄耶、欸、好，不要、啊、我们是预计一天写一张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写国语，明天就写数学，好 ，OK。对，好，各一本。就是还是要温故知新。对，他这个就是温故知新的、啊，除了复习之外，还有预习篇。我看一下。爸爸，重点是这句成语。啊、复习加预习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深入的。OK， 这个行。嗯，好，要开娱乐类的了，彤彤。啊！彤彤，妈妈先安慰一下，爸爸安慰。爸爸安慰。啊！呼呼啊！妈妈在看。啊！啊！哥哥也帮忙安慰一下弟弟。妈妈。给你帽子好不好？给你帽子。你要给你箱子好不好？我来帮忙，妈妈你安慰他，我来用。是我可以的。等等，好啦，我们平静了。我们做点别的事情，你就会平静啦。长方形，对不对？没办法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刚刚做了什么事？你刚刚自己往那边走啊，然后就撞到了。对啊，你没有看地上的东西，你就踩过去就跌倒了呀。是你自己跌倒的呀！哎，东东，你怎么在里面？对，哇！带出来！哇！它可能是这样比较好包装吧，我拆开咯。好，胶膜给你撕好不好？看起来很好看的样子，会不会到时候都是妈妈在看？哎，爸爸，它胶膜里面还有胶膜哎、欸，总共有5本，摊开来。恐龙时代通行证，神奇道具大解密，奇妙地球透视镜，然后这个是动植物放大镜，哆啦 A 梦有耳朵的，你看，然后穿越宇宙时光机，你不是喜欢宇宙的主题吗？是道具，哆啦 A 梦的道具。大家对道具有兴趣？对啊，哦。好啦，彤彤可以好好的。对，暑假也是要有一点寓教于乐的书。你们不是要写阅读心得吗？爸爸帮你准备了一个这个，嗯。你想先看哪一本？你看这个好多名人推荐哦，可是这我都不认识、欸。它有图也有解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认识的字应该够多了吧？你自己打的呀？哎、欸，我这本漫画很多哎、欸，对啊。今天还有漫画、欸。对啊。小故事让你加深印象，很好看的感觉。你看有一些文字介绍搭配漫画，不是只有漫画而已。东东，你也想看吗？是动植物的，动植物的。看一下，彤彤，你也这么认真的在看。那个书腰可以拆下来。对，当书签。彤彤，你可以把那个书腰拆下来，你会吗？然后把它折好，就可以放在书里面。你看到的书。我已经看了这几集。我们有5本，其实他出了20几集的样子。可是我不敢一次买那么多，我们先买5本试试看，先买5本试试看。如果你觉得喜欢，然后内容不错，我们再慢慢收集。他那么多厉害的人推荐，
还有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推荐。东东也在看呢、欸。看到好认真哦。哎、欸，这本还有彩色的、欸，你看这本是那个动植物的，前面还是彩色的、欸，这是变色龙。东东，你看这是变色龙。啊，哦，撕破了。啊，还有是书腰，没关系啊。东东，是书腰，我把它粘一下好了。你想学爸爸把这个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哦、要小心的拿，然后折好放在里面，就可以当做竹签了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这个爸爸把它粘一下、哦，不要再撕了，爸爸粘紧。这个妈妈帮忙把书腰拆下来，我去把这个。妈妈。刚打开就撕破。哎，剪刀小宝宝不能拿。东东，爸爸，这个可以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东东，不可以的事不会因为你这样就可以。你看，爸爸陪，爸爸修理啊，你把书撕破了。再长大一点，嗯，对，等你再长大一点，我们把它粘好，你看，把它陪你粘好，等你再长大一点，嗯，等你再长大一点，有些事情不是这样子的，嗯，好，我们把它粘好，东东粘好，粘好了，拿给妈妈，哎，还要拿剪刀，好，你这个拿给妈妈，我们粘好了。粘好了，粘好了，剪刀我先收好。妈，好了，哥哥的，那这个很坚固，这个不会撕破。你要做吗？好，继续下一个喽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大斧。那个好像是我的啊，这个这是我的，那我就拆了。感觉自己很想拆，是我自己，我顺便买了那个，对，因为因为逛他的书都是刚好逛到我想要的那特价，我就顺便买。这个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应该是小岛秀夫的游戏改编成小说的。啊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小岛秀夫，你知道小岛秀夫是谁吗？那个做《潜龙谍影》的游戏的，对，这一本叫做《死亡搁浅》，是他在那个 PS 4上面新出的游戏，哎，也不算新出了吧，已经出了好几年了啦，只是我一直没有时间玩，然后想说把这个小说买回来收藏。他这是两本。然后还附一个书壳装起来，上下集。目前在发明透明斗篷。真的、哦、啊，对，好像真的有做出透明斗篷这种东西哦，真的有，只是没有像电视上演的那么厉害，你仔细看还是看得出来。好。哭哭这件事情的妈妈没有用哦，东东。可以的是不会因为东东哭哭就可以，知道吗？这个也猜一猜好了。嗯。哎，我视线。爸爸也有书。东东的书在哪呢？东东，你要帮我撕吗？你要撕吗？你要帮我撕吗？你的书在哪？我顺便帮我撕。那爸爸帮我撕，给你撕。张一张卫生纸。嗯，谢谢。他爸爸吃了，爸爸在吃。他这边有什么？一个贴纸。
本亚马逊畅销榜 number one 呢。电玩完全小说化。他说也有可能上到日本的。对啊，你看，而且他这个游戏很有名，《死亡搁浅》得到了最佳游戏指导、最佳配乐、最佳演出，那是两本。哇，看他这个封面。你知道《死亡搁浅》的故事在讲什么吗？就是很像那个。我说我不知道，你就会讲；我说我知道，你还是会讲，对不对？在世界末日送货的故事。《死亡搁浅》很有名的，就是那个他是找《Walking Dead》，《Walking Dead》的朋友叫什么？英斯路那个影集的那个弓箭手，那个男生很帅的，飞了去演这个游戏的主角。好了，给你好不好？这个书壳比较厚，你想跟哥哥拿一样的是不是？那爸爸陪着你，爸爸看着你用好不好？好，爸爸看着你用，要有大人看着啦。爸爸看着你用好不好？你跟哥哥一样。好，动动检查，你看完了就放在这边好不好？看完就放在上面，你会吗？好，放到这边。哇，妈妈帮我把这个书标剪下来了，谢谢老婆。对，看完整齐，小心的放在这边哦，不要再把它撕破了。彤彤好看吗？彤彤好看吗？好看。彤彤好看吗？这边就是我们这次全部买的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彤彤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哇，彤彤拜拜，好，拜拜，还有吗？彤彤还有吗？好，一本一本拿给妈妈整理一下。哦，这个很重哎，彤彤，哇，这个给我去收我那边。